说什么？先帮我解开，一腿，这边，别跑，我们跑不掉了。好多钱，我不是要被你们抓，我就打死去了。你不逃，等下把你们两个卖给那些糟老头子。哦，你恶不恶心？恶不恶心？继续在这里装晕，我先躲起来，把他们两个引开。你就说我跑到外面去干什么？你们装下去啊！妈逼的，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哪里？你们呢？跑到哪里去了？妈的，我跑到外面去了吧？不可能啊！我来杀了那个两个女的。哎哎，谁？那可难了。听到了，就那张干什么？你还来脾气是吧？啊？顶嘴是吗？那个男的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呢？跑去外面了。他怎么解开箱子呢？是不是你们？不是。谁来的？啊，不是。就跟我跑到这里来了，还不是？肯定是你们放跑的。啊，别想着他们救你。他叫我帮他解开，他就跑外面去了。原来是你。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们，三个皇帝远的，怎么办呢？他肯定是说谎，不可能，他帮解了，我不救他们出去了，肯定在屋里面。你在这里继续混，我在那找这个房子，全部找完。行，我这里看着他们。背包，你跑不了了，给我出来！背包，啊，背包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哪里去了？飞狼，娘的，居然跑到哪里去了啊？没找到吗？没找到，找完了。这个屋子外面去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屋子都找完了，连那个床底我也翻完了，没看见踪影，估计他跑出外面去了。不会是真的吧？敢出去外面，我要报警怎么办？警察来抓掉我们了。这两个怎么办？绑，看看有没有松。绑好一点，我们就出去把他追回来。缠他一个，绑好一个，拉个绳子拉过来。他哪还能动啊？给我老实点，待在这里，不然我回来我弄死你！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赶紧去那个老头那里去，做不安全，把他打晕打晕。走走走走走走远了，走。醒醒啊，喂，赶紧跑啊。他跑外面去了。我肯定知道他们跑外面去了。赶紧，怎么跑那么近？快点，等下他们回来就跑不掉了。六，快点。